1, 2, 3, and go. Good afternoon. Welcome to episode 1 of Living Japan. My name is Motoi Takekawa. I'm a singer-songwriter singing about social issues. I used to sing in Beijing for a year. I was living in Taiwan for 3 years. And right now I'm back in Japan. At the same time, I go to graduate school of Waseda University. And... Wait, where are you from? Where are you from? Oh, right. I am actually from Japan. 10億人が見ると言われている中国の歌番組に初めて日本人女性が出演しました。視聴率 70%、 推定10億人が見ると言われる中国の国民的番組である快挙が。それは你好、こんにちは、日本から来ました。番組始まって以来日本人女性が初出演。え、誰かって、それがまだデビューもしていない無名の新人だったからさ、大変。竹川さんちの三女、元井さんもその一人。あ、还有那个记者吴主任，有吗？哪一种？単身北京にやってきて半年。好奇心と食欲が旺盛なのは父親譲りなんだとか。美味しい。視聴率 70% とも言われる国民的歌番組への出演以来、もちろん日本人初。31年前、人民服を着た観客を前に初めてロックを披露した父。時は流れ、同じ中国で今度は娘が日本の心を歌っている。好，欢迎大家收看《人在日本》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陈妍。那么今天呢，是我们这档节目的第一期。那么首先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款节目。这款节目呢，是由在日无忧网制作的，专门介绍中日民间文化交流和促进相互理解的系列节目。那么今天第一期，我们就请到了刚才大家在录像中看到的日本女歌手武川姬，让我们欢迎她。大家好，我是武川姬，我今天非常高兴成为今天节目的嘉宾，谢谢。说起武川姬呢，其实已经非常非常有名了。他曾多次在中国内地参与中日文化交流的舞台演出，并且还在日本呢被誉为这个参加中国版红白歌会的日本第一女歌手。哪里？哎呀，不要谦虚了。其实大家也听到了，武川的这个中文说的特别特别好。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根本就以为他是中国人，后来知道他是日本人之后，吓了一跳。那么作为一个用中文来创作的日本女歌手，你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今天就好好让我们分享一下吧。那么首先我想请问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中文歌的呢？哦，中文歌是我在 ICU 大学时候，是我参加了一个和南京大学生一起文化交流活动，然后那时候我跟那里的大学生一起创作一个中文歌，叫做 Move On。啊、Move On 我听过，是之前你演唱会时候唱过那首歌，对吧？然后就希望我们就是通过交流，多多交流，加强我们的那个友好，中日友好、是我们的希望。听起来是一首非常含义深刻的歌啊。那么现在让我们通过 MV 来一起回顾一下我们武川创作的第一首中文歌曲 Move On。
现场是与在日中国歌手林段跟他一起合作了。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就是能为中日友好一点一点的贡献。啊，说到中日友好呢，我们知道其实武川的父亲这个武川行秀也是一位非常非常著名的音乐家，他跟中日友好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第一部进入中国的日本电影叫《狐狸的故事》，对吧？《狐狸的故事》里面的这个歌呢，就是由武川的爸爸谱写的，对吧？作词作曲。对，所以呢，我们想知道，就是你在成长的过程中，是不是也受了很多父亲方面这样的影响呢？哦，也对，我父亲也非常喜欢中国，他说他在中国演唱会的时候，就台下的观众非常非常的热情，那就他也非常激动。不过，我喜欢上了中国，不只是他的影响，是自己的体验也是。啊，那具体是怎么样呢？就是我第一次开始就是对中国有兴趣是可能从学习中文后开始了啊，学中文果然。我就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学习中文，通过了解这个语言，了解文化，渐渐的就是产生就是对中国的文化有兴趣的。哦，原来是这样。那你觉得学习中文的时候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哦，可能是音调吧。音调，就是啊啊啊这个吗？对，有四声是吗？对，跟日本不太一样。对的，日语其实没有固定的声调，这倒是，对对。所以我就第一次听到中文的时候，就感觉有点像音乐一样，听音乐一样。原来如此，我都听到很多人说什么法语之类的，听着像唱歌一样。好像第一次听说中文也是听着像音乐一样。谢谢你喜欢我们的语言。你在去中国之前和你真的去到了中国之后，对中国的印象上面有什么改变吗？或者是有什么你觉得差异的地方吗？当然有吧。可能我去之前，我以为可能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影响没有那么好，不过我去了以后，这种想法完全颠覆了。是吗？有一个故事嘛，我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我买了一个包子。包子？对，去中国哪里？哎呀，福建。福建？对，南方。我第一次去的中国是福建，然后那个卖包子那个阿姨啊，跟她交流的时候就感觉，她听得懂我说的话，那就有非常的那个成就感，是这样说。对，就是你学了一阵中文，然后第一次去用，然后竟然就是她听得懂，是吧？我懂。她听懂了，yes。对，还有呢，第一次去南京的时候，对，我买了，还又买了小吃，然后跟她就是开始聊天。聊天。不过他知道我是日本人之后，他就是表示他不太喜欢我的那种感觉。我懂，南京嘛，毕竟历史问题什么的，是会理解的。所以呢，就是我把东西放下，坐在他的旁边，跟他就是开始聊天嘛。然后就是后来他就是慢慢的，他的态度慢慢的改变了。然后我就试着看，邀请他来观看我们那时候就做的演出，他能不能在南京大学的那个演出？是的。那后来就是演出的那一天，他来了呢。他真的去了。对，那真是一个很难得的缘分啊。对，就想不到就是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就是朋友了，我就非常感动。有一次我在北京的时候，我上了计程车啊，北京的的哥是吗？这很著名，北京的的哥确实是比较贫。就是那个司机就知道我是日本人之后，他对我的态度也没有那么友好。他不愿意拉你吗？难道也没有这么夸张，不过就是他就是有一点不开心的样子。我懂。所以呢，就我们开始我就问了他，他对日本其实有什么样的看法，有什么样的地方不喜欢的，对吗？然后我们就
开始讨论。啊，是说聊什么呀？聊历史问题，就是历史问题也有，还有文化差异也有，就是之前的他，因为他是司机嘛，有一些就是客人来，然后就是发现什么问题啊，然后就他不开心的地方是在哪里呀、啊？就一直聊了，一直聊，对，一直聊，聊了半个小时之后，就我们的目的点已经到了嘛。嗯，那不过我们的那个。我们还没讨论完，原来如此意犹未尽，那怎么办、啊？所以他说他不收钱了，所以就好，时间可以没关系，我就是继续讨论嘛。我想知道，那你之后跟迪哥进行了如此长的交流之后，你们最后达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共识呢？或者说吵了什么结果呀、啊？结果就是他，我们聊之前，他一直有一个就是只有一个印象，对日本人，就是比如说就是日本人是。就讨厌中国啊，或者是日本人是比较这样，就他对日本人的看法只有一个嘛，好多人是这样，不过就是通过我们的交流，就他觉得，哎，那就是也有一个日本人比较喜欢中国，就是非常喜欢中国，就是了解中国的文化什么，然后他觉得啊，日本人也不只是只有一种人，就是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人嘛，对，就是他说的结果是这样，所以他很开心，对吧？就是又见到了一个，就是又愿意了解中国，也喜欢中国，而且中文还这么好的漂亮女生，我非常了解迪哥的心情。哪里？不过确实是这样，就是怎么说呢？任何国家或者什么，确实我们有文化的不同啊，历史问题啊，什么的，肯定是有很多摩擦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如果我们去努力的跟他们沟通，告诉他们，虽然啊，可能我们政府层面上怎么样，但是我个人来说，我是愿意了解中国。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怎么说呢，求同存异吧。你多去几趟中国，多告诉一些的哥这些事情吧，真的。开心的聊完这一段之后，那么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你除了平时唱歌啊、上学之外，你还有一些什么别的活动吗？哦，是我在参加一个多文化的栏目。多文化的栏目，像广播一样，就是我们哦，广播哦，我知道，我们又是 podcast 哦，就是苹果的那个一个栏目，一个栏目。然后我们就是在那个栏目是讨论一些就是跟。不只是中国的朋友们，就是我跟叫各国家的朋友们一起聊天，他们在日本有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呢？啊，就是在日本，就是日本跟其他国家的文化差异是在哪里之类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谈话节目，是吧？对。那这个谈话节目叫什么呢？我们正好在这里做一个广告，然后可以让大家都去听，就叫 Living Japan。Living Japan。没关系，大家没听下来的，我们在这里面打字幕，待会大家可以回去搜一下。欢迎大家收听我们武川的节目。今年正好也是2014年的上半年嘛，我们都说这个一年之计在于春。那个，你对于今年有什么自己的规划吗？哦，今年啊，我就要参加一个西湖的音乐节。哦，音乐节，西湖音乐节啊。还有呢，我就希望能参加一个中国好歌曲。哦，中国好歌曲最近可火了，我想要，是因为我非常喜欢那个节目吧？希望可以，我们也希望能在中国的大屏幕上看到武川为我们展示他的歌曲，真的非常好听，我就是他的大粉丝。那你既然你自己也是歌手嘛，那你有没有特别喜欢的中文歌？告诉我们你最喜欢中文歌好不好？太多了，不过就是我最喜欢的中文歌就是光良的童话。哦，光良的童话。也是有些年头的一首歌了啊，是我自己喜欢的，还有我奶奶最喜欢的。那奶奶就是过世之前一直常常听我唱的，就是光良的童话。哦，这样，原来他把这首歌唱给奶奶听是吗？那我们这个机会绝对不能错过哎，我们在这里让我们也让武川给我们清唱一小段好不好？光良的童话。好啊。让我们一起听。了有多久，才每天打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我想了很久，我开
是欢乐，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也许你不会懂，从你说爱我以后，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你要相信，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